现在在波兰代理驻点。这是代理工厂的大门。走到内部，第二道大门是新型激光的驻点。进入内部是展厅的机器，这也是一台自动的焊接机，这是一台手持焊接机，这是一台打标机，还有一台6000瓦的激光切割机。这是新型激光波兰驻点的展厅情况。